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丁，今天要来更换的是 W210-1230 的自排油的一个油管。那这个油管的话，它会接到我们水箱这个位置，然后它是一个 exchanger， 就是一个热交换器。那这一条的话，我不知道是进还是出。那现在这个部分的话，已经有开始在漏油一个部分，所以我就打算把它更换掉。那我们现在开始。那自排油的那个它的一个油管的部分的话，软管这个部分我就已经换好了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要重新发动引擎，让我们的管路重新再把空气排掉。好，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来补充一些那个变速箱油，因为刚才测量过之后呢，大概少了70几毫升的一个变速箱油。所以加速口的位置的话是在这个位置。
好，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要准备来发动引擎，让我们的变速箱油开始跑起来，然后把这一些那个空气把它排掉。好，测量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恢复原位。好，更换变速箱油管部分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也做好了这一些那个油量的一个校准。好，我是马丁，大家好。